现在撞击力道跟你说，因为从他这里延伸过来的时候，所以我想说，这个钩子它会不会要换成我们这种铁丝，它就变成勾在一个小圈，它比较不会说那么大的摩擦力。嗯，所以我觉得可以把这个钩子先扯掉，然后换成旁边那个铁线。我要重新了，没救了。测试的过程常常遇到许多困难。好。没关系，可以继续。有，我要拿钱。三、二、一。哇！啊，这个没弄完，这不算。救过，救过，救过！你该去的。救过救过，没有成功吗？创作的过程跟结果之间的。
是当我在这边进行摆设的时候，它是一个过程，因为是在公开的空间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我在摆设跟我怎么设计这些机关的过程。然后在我刚刚要开始表演的时候，大家看到的也是一个过程，只是它也是可以以一个成品的方式呈现，因为它具有一种视觉上的娱乐性。可能我们做一件作品，大家都知道说哦，我们有在进步上。可是当大家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完成的状态。所以我必须要借由表演，就是触发每一个机关，然后让它完成，它才可以变成一个结果。再来第二个我想要提到的是，我们做作品的时候都会有所谓的进度跟它的完成度。那我这件作品，它在把每个机关摆好的时候，它称得上是完成吗？如果我刚在中间那个轨道的时候它卡住了，或者是这个地方它没有撞到那台车的话，就代表是失败，就代表说这件作品它是没有完成的。所以连锁机关它之于我的艺术创作，跟其他纯粹是以一个完成度去进行的，它的概念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大家他们会期待说一次可以成功，可是它充满了几率，它充满了一种偶发。即使自己再怎么有把握，像是很多时候，可能这个球它这样子下来，因为它的转速太快，所以它就会从这里飞出去。或者是这边是我觉得最困难的部分，一个橡皮筋它放在这边，它还要借由弹力去刷到这里的沙子，然后烧断这个线，然后借由这条线去撞到这个弹珠，让它去触发这个红外线感测器，然后红外线感测器再触发这个光扇，这全部都是一个机率。那我就是想要去探讨这之间的关系。然后最后一个我想要去回应的就是，我的小抄不见了。再来，我想要回应的是，一件作品它可以横跨的创作美材有多少？像我可能设计了一个录像的机关，那它多了一个录像。那在这里的话，这里也具有一种我用手电筒去投影我刻的这些照片，所以它具有一种流动影像，也具有一种绘画性的感觉。像如果要重新，因为刚这边走太快，它就没有走了，所以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去看到它其实是有点光，然后这个是北艺大的图书馆，就是我每天在宿舍起来看到它的踪迹，然后我觉得它是很适合它做一种流动性的画面。所以我在探讨说，作品它可以横跨不同形式的美材，是不是它的可能性就变得更多了？就是我想要回应这个连锁反应那个结论。我觉得你是一个天才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天才。然后基本上我没有什么好评论，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双年展来讲你作为一个感觉。那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，其实我不会把它视为是一个就是一般日本常在玩的那个游戏，因为你里面有一些部分特别有意思的部分，就是包含说这个触碰这边出现，还有那个部分就是如何透过一个灯，然后透过这么简单的一个移动的过程，就出现一个一瞬间像流星一样做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它不是形式化的，它是一种还蛮深刻的一个我们讲 impossibility 就是不可能性里面的可能性。哦，那而且我觉得你有一种，就像维根斯坦。他其实是一个以逻辑著称的一个哲学家，可是你知道他在设计他自己房子的时候是敲掉很多次，因为他觉得这个线不够直，那个线怎么样比例？对，我觉得你有点有这种特质，然后那个辩证性很强，哦，所以这个是我的一点看法。其实我觉得你才大二而已，我觉得你去挑战包括极限这件事情，就是说从这些物质啊，这些物当然都是寻找来的。其实我觉得我在这个作品里有看到某一种平衡跟不平衡的关系。好，当然讲到平衡，事实上是你可能是很多的物料，你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被建构起来的。
可是它需要借由一个不平衡的力道，才让它产生某一种那个种加速的力量，而形成某一个造型。那我刚刚其实俊豪老师其实也强调一点，其实我想，因为我们今天在艺术学院，我们基本上不会把它当成是个游戏，或者像以前的舞台效应这件事情来看待。其实我刚刚其实是在期待这个影像，我觉得这个影像之间跟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静态的东西，它其实产生了一个，它可能可以在这里不断流速的，好的一个你可能看不到一个很薄的。的一个东西在这里头所产生的一个扰动，所以我觉得，你大二你可以做出这样子的东西，我觉得无可限量。那如何把这个东西开拓出一个更大的极限？我觉得这是 很期待的一个部分。好，谢谢。其实昨天就有那个，因为大三里面刚结束，其实就有几个大三的学长有跟我提到说输了这样。输了大二的造机，这样，就这当然只是少数人跟我这样听，就是说他们会觉得大二这一届有一个好像蛮庞大的能量这样。好，那其实我个人是觉得，因为看他在做，我常常就是早上或者是下午要离开的时候，就是看到他在那边啊，在木工教室做，因为这个看得出来那个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去经营计算。尤其他的东西不是规格化的东西，就是他不是他那个木头是自己切的，而且还是用一个就是用那个脚镣去切，所以我特别要态度的问题。那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可以成就的就是一个态度。好了，我录了。啊，没有中。而且你球速太快了，哎，这样不行啊！还可以再一发哎！好，走，慢死了，好了。